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解《三国志·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课文呢，作者是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曹操，古代成为一代枭雄。上次咱们讲到第二段，给大家翻译一下前边几句。我辞官之后还很年轻，但看同年被荐举为孝廉的人已经有50岁的了，却还没有被人称作老人。我内心暗自思量，从此再过20年之后，到天下太平时，我就与同年被荐举的人中那些年已50的人一样了。因此，我一年四季常回乡间，在谯县东面50里建造了精美的书屋，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射箭打猎。我寻求幽隐的处所，想隐居在农村，断绝宾客们交往的愿望。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能如我的心愿。下边，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都尉、典军校尉都是官名，都尉呢是掌管一郡军事的官员。就像现在省一级的这个掌管军事的官员一样。典军校尉呢是汉灵帝时候他建立了一个西园军，其中呢有8校尉，8校尉之一就是典军校尉，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军官，他的官位呢仅次于将军。曹操升典军校尉呢，在汉灵帝中平5年，也就是公元188年，当时呢他是34岁，所以他这个升迁呢还是相当快。易岁庚，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易岁庚，这个庚呢在这是改变的意思，易岁庚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思想，我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欲为国家讨贼立功，这好懂。欲望封侯做征西将军，这也比较好懂。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墓道呢指的是墓室前的甬道，在这儿呢是指的墓道中的墓碑。这个古时候的墓碑呢，有的时候是在墓外边有一个碑，现在的一般的都是在墓外边有碑。但是古的时候呢，除了墓外边有碑，很多的情况下呢都是在墓道里边。因为古时候的这个墓呢比现在要讲究的多，复杂的多。所以很多的都是在墓道里边。现在考古人员呢经常在发掘古墓的时候在墓道里边，甚至是在墓室里边，就是说在放棺材地方的那个屋子的附近，发现这个墓碑。然后题目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都好懂，此其志也，这就是我当时的意愿、想法、志气，这最后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后来被征为都尉，又提升为典军校尉，我的意愿就改变了，想为国家讨贼立功，希望日后被封侯成为征西将军，然后在死时的墓碑上题写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愿。
或者说当时的想法。这个他说想法改变了啊，就是因为前面呢他就是想隐居了啊，前面很明显，因为他辞官之后呢他就想隐居了，不想当官了。但是呢不能得如意啊，就是说这事情发展的没有像他想象那样，他被征为都尉啊，后来又提升了点军校尉。所以呢他在那会儿呢他的想法他就不是想隐居了啊，因为他已经说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啊，他当了这个军官呢他就想呢这个为国家讨贼立功，想做这个征西将军啊，这个也很自然。这一段呢其实主要他还是在说啊，就是说我他再三其实在表白他自己没有什么野心啊，从很年轻的时候啊，二三十岁三十多岁的时候一直没有野心，本来呢甚至还想过这个辞官隐居，后来虽然当了这个点军校尉了，但是呢想法也只是当一个征西将军而已啊，从来没有就是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这段呢比较长。而遭董卓之难，兴举义兵，事实何兵能多得耳，然藏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易胜，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扬州更怒，义父不过三千人，此其本质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金30万众，又袁术建号于九江，天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一辈皆为天子之志，两父欲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遂继帝位，路布天下，打眼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秦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数群王皆举，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夺势，时不敌之，但既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削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诈钱诈榷，以观世事，具有当州，故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及，义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段的这个文词呢，非常优美啊，它其实就是叙述了当时啊，这个军阀混战啊，他在这些军阀混战过程中他所起的作用啊，然后最后呢他还是再次声明啊，他并没有称帝的野心。这段历史呢就是说他整个这一大段呢其实说了好几个军阀啊，他和好几个军阀作战的情况。这些情况呢在三国演义里边啊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啊，但是《三国演义》我上次已经说了啊，它是经过了文学的加工，所以它不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事实啊，就是说有些演绎嘛，是吧？它就是得有些演绎啊，它啊离历史的真实呢有一定的距离啊。但是呢，咱们大家看过那个《三国演义》的同学呢，要理解这段的话，恐怕还是能更容易一些，因为里边对这几段事情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啊。他第一件事呢就是董卓啊，而遭致董卓之难，兴举义兵。这个董卓呢他生年不详，死于公元192年。他本为凉州豪强，汉灵帝时候呢他任并州的牧啊，并州的这个负责人。灵帝死，外戚何进和袁绍呢共同谋划杀宦官。这时候呢招董卓进京，董卓呢就率军进入洛阳
然后呢废了这个少帝，立汉献帝。由于他立这汉献帝有功呢，所以他专断朝政，引起各地军阀的反对，兴举义兵，这个指的是曹操在中平六年，就是公元189年12月，在陈留，就是自己把家财散去，然后呢招募兵3000，起兵反对董卓，遭直董卓之难，遭直这两个字呢在这儿是同意思，是相同的啊，都是遇到的意思，遭也是遇到，直也是遇到，兴举在这儿也是都是同义词啊，就是发动组织的意思，义兵就是指正义的军队，事实合并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知啊，这个比较好懂，这合并呢就是指的招兵，事实就是在当时这个时候，他本来呢能够招到更多的兵，但是呢常自损，他常常自己减少这个兵额啊，不欲多啊，就是他这还是表现自己没有什么野心啊，招兵的时候还能多招也不招，不多招。所以然者啊，为什么这样呢？所以然者，兵多易胜，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兵多易胜啊，就是这个兵多了之后，那么这个将领呢他的意气就会旺盛啊，就是他就会野心增加，实际上这样呢就会与强敌争啊，这个强字又再次出现，就是一个新疆的疆没有土字啊，咱们已经多次说过这个字呢就是强大的强的别体字啊，但是在一般的在古汉语里边都写作这个新疆将没有这个土字的这种形状啊，就会与强敌争斗，倘更为祸始啊，这个倘在这是或许的意思，或许更为啊，更要成为灾祸的开端，或许就是灾祸的开端啊，这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而后又遇到董卓之难，我就组织起义兵，当时招兵能招到很多，然而我常常自己减少兵额，不想招得太多，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兵员众多，义气就会旺盛，就会与强敌争斗，这或许更要成为灾祸的开端，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扬州更募，亦复不过3000人，此其本质有限也。汴水之战数千，就是说他在汴水之战的时候呢，他只招了数千人。汉献帝初平元年啊，就是公元190年，曹操与董卓的这个大将徐荣在荥阳一带啊大战，曹操呢在这次战斗中呢被流矢，就是这个飞的箭啊所伤，军队呢损失严重，当时曹操的军队呢才5000人啊，5000人，后还扬州更募啊，后来呢回到扬州更募，就是再次招募。这个刚才说了，曹操在这个汴水之战呢他失败了啊，失败之后呢和夏侯惇到扬州重新招兵，这个夏侯惇呢这个在三国演义里边对他也有很生动的描述啊，就是说他在这个人勇猛异常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呢被一支箭射中了眼睛啊，当时呢他立刻自己把这个箭拔出来啊，据说他看到这个上面就他一拔呢这箭呢，因为他上面有那倒钩，一下把他这个眼睛就给带出来了，这时候呢你想这一般的当时咱们可以想象啊得有多疼，而且是血流满面，但是他居然呢看着那个
自己那眼睛啊，一下就把这个眼睛给塞到嘴里给吃了，然后接着和敌人作战啊，就是说这人这真是这种勇敢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啊，这就是夏侯惇。这个后还扬州告募，这曹操呢就是和他到扬州呢重新招兵啊，亦复不过三千人啊，也就招了才三千人，此其本质有限也啊。这个就是他说呢，本质啊，就是本来的志向就有限啊，就是还是在说明啊，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野心啊，就是说有很多扩充军队的机会，但是呢他都尽量少招兵啊，并没有使劲招兵啊。后领兖州，破降黄巾30万众。后领兖州啊，这个事儿是初平三年，就是公元192年，青州的黄巾军啊，当时咱们都知道，当时黄巾起义啊，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黄巾军的100万人啊，上百万人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啊，兖州官吏呢推举曹操呢，暂时代理兖州牧。这年冬天呢，曹操领兵镇压了这支黄巾军。这次镇压呢，使他的这个势力呢大大扩充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黄巾军呢，他是上百万人啊，所以呢，这次呢，他镇压之后呢，他收编了黄巾军30多万人啊，一下他本来就是几千人，一下变成30多万啊，而且呢，选拔其中的精锐呢，组成了青州兵。啊，就是说从这个时候曹操的势力才真正初具规模了啊，所以呢这儿后领兖州破降黄巾30万众啊，说的就是这事儿，就是说他到这个时候一下子他手下的部队就增加到了30多万人。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因此汴水之战我的军队仅有几千人，后来回到扬州再次招募，也还是没有超过3000人啊，这个应该是他招募的人没有超过3000，因为他原来就有5000人了。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有限的缘故，后来统帅兖州击败并招降了黄巾军的30万兵众啊。所以这个刚才咱们给大家翻译的这两小节呢，一个是董卓之难，一个呢是破降黄巾军啊，已经说了两件事情了啊，下边还有几件事情。又袁术建号于九江，下阶称臣啊，建号于九江，建号就是说这个建呢就是建越啊，这个咱们也见过啊，就是说他做了超越本身地位官职的事情啊。在这儿这个建号呢指的是盗用天子的名号啊，于九江，就是在九江这个地方呢，九江呢是当时的郡的名字啊，他的治所呢在现在的安徽寿县一带啊，所以和咱们现在这个说的那个江西九江还不是一个地方啊，他在安徽寿县一带，当时叫寿春。下阶称臣啊，这就是说他僭越很厉害了啊，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当作是皇帝了，让下边的人呢都称臣啊，对他称臣啊。名门曰建号门，名门就是这个名呢是称呼的意思啊，称呼这个门啊，曰建号门，叫建号门啊，因为他新建了这个名号。衣被皆为天子之制，这个衣被呢在这是泛指穿的衣服啊，泛指穿的衣服都是按照天子的制度啊规定，他穿的衣服都是天子才能穿的衣服啊，所以这地儿就是说他僭越的非常非常厉害了。两妇欲征为皇后啊，这个两妇呢指的是袁术的两个宠姬，
因为当时呢他还没有正式成为皇帝啊，他也不可能正式成为皇帝啊。所以呢这个叫他的两个宠姬呢，他是预征为皇后啊，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就预先在那争，看应该谁当真正的皇后啊，谁当那个妃子。志计已定，人有劝恕，遂继帝位，禄补天下。这个志计已定，就是指的是志，指的是袁术当皇帝的愿望想法，计指的是具体的办法。人有劝恕，遂继帝位。这个遂，大家想是在这儿什么意思？这个遂在这儿是索性的意思啊，索性继帝位就是继皇帝位啊。禄布天下，这个禄布就是宣布的意思啊，像在天下宣布。但是袁术说什么呢？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啊。他说啊，这个曹公就指的是曹操啊，曹操这个人呢，他还在，还活着呢啊，未可也，所以我还不能当皇帝啊。就是他意思，他在他做皇帝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曹操。后故讨秦其四将啊，这个秦，同这个代提手那个秦啊，这又是咱们说过多次的古今字啊，就是现在这个字呢，金字呢是代提手的啊，但是它早先呢没有提手。四将啊，这个四将呢是讨秦其四将，这个事情呢指的是在建安二年，就是公元197年秋天，袁术呢攻陈，就是河南的淮阳一带，曹操出兵应战，袁术呢这个弃军而走，就是丢下军队败走了啊，丢下军队他就跑了，然后留下呢这个四个将领呢来带着军队来和曹操作战。这个四个将领呢都被曹操击败，而且都杀头啊，所以这点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袁术啊他最担心的是曹操啊，确实就是曹操呢是他最大的威胁。获其人众啊，就是把他的军队都俘获过来了。遂使术群王结举啊，咱们先看这个群王结举。群王结举的意思就是群困败亡，结举瓦解崩溃啊，群困败亡瓦解崩溃的意思。遂使术，这又一个遂字啊，这个遂大家看呢，这是咱们上节课讲过的用法，就是说终于使袁术啊群王结举，发病而死啊。这段给大家翻译一下啊，这就是他说的第三件事啊，第一是董卓，第二是黄巾军，第三是袁术。当时又有袁术要在九江建称天子，他的部下都自称臣，他命名城门为建号门，他的衣着服饰都是天子的规格，他的两个宠姬预先就争着要当皇后，他的志向计策确定之后，有人劝他让他索性继皇帝位，并且布告天下。他回答说，曹公还活着，不能这样做。后来我讨伐擒杀了他的四员大将，俘获了他的兵众，终于使他穷困败逃，崩溃瓦解，病发身死。所以这一小节呢，就是他又这个击败了袁术的这个一个很强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军阀的势力啊。好，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儿。